就把这个包包打开，然后包包打开那一瞬间，我就觉得哇，太漂亮了，很漂亮的颜色，就是这个颜色。他打开就说这哎，我们有一个 Kelly Card， 你要不要看一下？然后我就看了，就觉得这颜色真的是少女粉，但我是不是可以加？好适合我们女大的布景。对，然后我就同行的有几个人嘛，我就想说还是叫他们给我一点意见这样，所以我就把跟浴室门打开说，哎，进来一下，这个一定要买，做贼呀。对，我跟你讲为什么？因为后来我的那个造型师进来，他就说你一定要买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巴黎总店的价钱买起来大概是13-14万台币，然后他说他立刻上网查，台湾不仅买不到之外，那个网站上拍卖已经变32万，他就说你不买我要买，我就说立刻包起来。然后这个蒙恬包呢，它后面有写30。蒙恬，那30蒙恬，大家都知道是迪奥在法国巴黎总店的地址。然后呢，你知道今年这个蒙恬包，它其实最抢手的是老花系列的包包，老花就然后长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去每一家店都找不到，后来呢，我就觉得说这个蒙恬包真的也蛮好看的。然后我就想说背看黑的黑金，因为是最好配的嘛，基本款。快了一背我就爱上它了，因为我觉得它怎么背都好看。就是它怎么背都好看啊。然后你穿西装外套，穿休闲一点，你这样背，对啊，也好看啊。我想说我就看到这个包包，它其实不贵，它大概台币20000出头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它的容量太适合我了，就是在这个巴黎的这几天，我可以尽情把东西装在里面。然后，因为它可以背在胸前，对。然后呢，如果比如说我像今天穿这种 oversize 的这种西装外套，我就可以把它包在里面。对，我就把它包在里面这样子。然后再来是这个包包，就是自从上次看欣玫姐跟那个佩珍，我就一直在观察这个包。然后因为今年不是就很流行绿色的包包，哦，就觉得它太可爱了。那买它也是因为我本来是去 Hermes 想要买 Mini Kelly 也买不到，所以我就整个想说啊，这个 size 也很刚好，这颜色很漂亮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它其实提的也蛮可爱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size 啊蛮可爱。今年很多那种小到你不知道要装什么。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们结账都会非常慢，然后呢，你在等结账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乱逛。对，在你的时候，这也是一个那个乱逛的时候，你就说，我可以试一下这个鞋子吗？这样，然后他就拿了说这是现在昨天才刚从袖上面拿下来的鞋，热腾腾。然后我就说哈，袖上面拿下来的鞋，然后心里很澎湃，就说好啊，试试看。然后就一试太小，他就说没关系，我帮你调，而且帮你送来饭店，你不用来拿。然后这一双就很好穿啊，就是它是袜套这样，所以你配这种裤子的时候就好看，全身素素的时候就很好看。